是一对新婚夫妻，别的人新婚的时候呢，可能是甜甜蜜蜜，但他俩却一直在忐忑不安中度过。那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了解一下。我叫赵小翠，今年30岁，这是我的丈夫冯立涛。我是先天性低龄抗地佝偻病，他是先天性左眼失明。我们在北京市密云区租了一个房子，靠做手工串珠维持生活。准备好了？口香糖装好了。好了。晕车机。但自从2018年我们结婚后，我就成了一个不被公婆接纳的儿媳。我不想我的丈夫每天带着惭愧过日子，更不想我成为他们家中的定时炸弹。咱们走了12个小时了，从密云到长春，如果走这一趟没见到婆婆的话，你后不后悔？我不后悔。立涛，有请。刚刚看到那个视频里，是头一次出这么远的门，然后还挺不舒服的，是吗？现在好了吗？嗯，今天好多了。就是因为我这身体原因，从小到大没有出过我们北京市，晕车导致的我胃病犯了，吐了3天2夜，水米都不行，喝水都吐。这么诚心的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为了见公婆吗？对。是跟公婆之间是有什么过节，有什么矛盾吗？就是因为我和我老公在一起，然后公婆不同意。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因为我是残疾人，从小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嗯，那现在生活上主要是靠立涛来照顾是吗？对。立涛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希望你娶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爸我和我妈他希望是能让我找一个以后能照顾我的。所以说当时你们在一起是不被爸爸妈妈祝福，不被他们接受的。对对，我背着我父母亲，就是给小翠领了结婚证。啊，就背着父母结婚了？哇，那小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他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对，当时我也是担心，我说你家人能同意我这样吗？他说没事，我家那个我父母都听我的，我能说了算，你不用担心，我家我能做得了主。他从来没有让你跟他爸妈打过电话呀，视频聊天啊，或者这种。没有，我特别相信他。这期间他就回家过两次。回家过两次？对，有一次没几天就回来了，有一次哎呦大概等了半个月吧。但是他我说到底有什么事他不说，他说那个我爸身体不好，他在那个住院呢，我再陪他2天，你不用担心，我过2天就回去了。老是说过2天，可是等来等去最后真真正正等了半个月才回来。那立涛你说说这两次回家都是碰到什么情况了吗？其实我回家那段时间是就是我最煎熬的一段时间。我爸爸就是他是颈椎病嘛，颈椎病他就头晕、哦、是我哥二哥给我打的电话让我回去，说你看咱爸爸病了，你那我没办法了就回去、嗯、回去其实我回去我看我爸爸输了有1个礼拜的液，嗯，就是好点了，我陪着他出院。当时我爸就跟我商量，他说你这次还走吗？啊，就不想让你走了。嗯，我不回答，我也不说走，我也不说不走。你为什么不敢回答？ 我一说走他脾气一上来是吧，他刚出院年纪也大了。嗯，所以是不是你觉得这次生病是故意把你框回去，就不让你再去北京了？有点。其实我上边有2个哥哥2个姐姐嘛，都照顾他了。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回去也可以。那什么时候决定走的呢？我偷走的。偷偷跑的？嗯。是白天还是晚上啊？下午。下午。嗯。爸妈都不在家吗？我妈知道。我妈说你给你爸爸说一声吧。嗯。他年纪大了，就我说我不说了。那小翠什么时候才知道他父母的态度呢？嗯，就是都已经就要马上要结婚了才知道，就已经瞒到这时候了，就马上可能就涉及到要办婚礼啊，还是办一个什么仪式，要请双方父母过来，他才告诉你的。嗯，我说这件事情不能光你自己去承担，咱俩那个既然做了夫妻，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不应该瞒着我。嗯，然后他说因为你身体这样，我也不想让你着急。其实立涛的善意谎言，完完整整就是对小翠的爱。
父母的反对，他为什么要瞒着小翠？他是怕小翠受到伤害。但是这种爱也是一种伤害啊，这个看似就是很体贴，但是其实我觉得很鲁莽，就是会让加重他父母对小翠的不信任感。这个就是立涛在这一件事情上做的不对的地方。你有没有考虑到你的父母把全部的怨恨全部记在了小翠的头上？故事听到现在，我们越发觉得立涛父母的反对是常理之中，反而对于立涛为了爱情，为了小翠，一次次伤害父母的做法产生质疑。那到底立涛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立涛和小翠的理由可以说服我们，我们会继续帮忙寻找。如果他们的理由让我们都觉得牵强，我们将请他们离开好久不见的节目现场，拒绝这次重逢委托。那你们俩是怎么样在一起的呢？先跟我们说一说你们的爱情故事，看看能不能说服我们。我们是在那个一个 QQ 群，就是残疾人征婚交友群认识的。当时他在里边唱了一首歌，我觉得唱这歌特别好听，因为我从小没有上过学，我特别喜欢听歌，然后他一首歌就打动了我，我就主动加他为好友了。我们两个就这样开始聊天，但是我当时加他的时候没有说想着是那个奔着谈婚论嫁的那种，是当普通朋友那种聊的。当时唱了什么歌啊？情不了情。情不了情。哇，他自从就是加了我 QQ 之后，就是说你网上聊的话，你那种感觉出不来，就是说必须得见一见。是小翠说实话哪一些方面就是说实话啊，像我以前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就是去怎么去看我。但是小翠的话，你像上大街啊什么，别人我们两个人走过之后，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就是老远了还看你，还而且还是议论指手画脚的，他说哎呀怎么你看那个女孩咋着咋着。所以呢，小翠就是说没事儿，这种人就是活个心态，你就是说自己活好，自己开心幸福就行，就不要去刻意的在乎别人去怎么去议论你，去看你。所以在生活这些细节上可能你照顾小翠比较多，但是在精神上是小翠给你的比较多。对对对对。当时小翠家里是先知道的还是立涛家里是先知道的？我家。当时你妈是怎么说的？了解她吗？你觉得她能真心喜欢你？我妈也跟我一个，都是担心，怕是到时以后不是真心喜欢我，没几天就跑了那种。就是怕你受到伤害，是吧？对。其实你自己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对。后来呢？后来怎么样渐渐打消了你妈妈的疑虑呢？后来就是她来又帮我那个卖串珠，然后就是生活一点一点吧，照顾我一点一点打动我，然后我妈妈也看在眼里了，后来就不反对了。来，哎呦我去，太小了。从立涛和小翠的言语间，我们不难听出两人是真心喜欢彼此，也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在一起的。现在立涛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自私伤害了父母，真诚地想要求得父母的原谅。节目组也决定继续帮助这对年轻人化解他跟父母的矛盾，希望他们能够冰释前嫌。那知道了之后你们俩是怎么做的？是马上打电话给爸妈了吗？待了一两天，然后就给打电话。又过了两天。对，我要考虑考虑。怎么说呢，我又怕是我知道了这一盲目的一说会让公婆更对我有意见。后来是你打的电话还是他打的电话？我打的。你是怎么说的？我一打通了，然后人家就挂了。你介绍了你是谁吗？我就说那个喂吧，我是小翠，然后那边就挂了。又打了一次没人接。在这件事上可能两个人真的有做的不妥帖的地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婚姻和爱情中就是行动不要太鲁莽才不会陷入被动。比方说立涛或者小翠经常给公公婆婆寄点东西啊，或者是立涛自己买然后说是小翠送的，那这样我想父母的心也会越来越软的。夏天的衣服冬天的衣服都买过，婆婆那边冷给买的那个小太阳。那他们接受了吗这些礼物？
嗯，都接受了，都快递回去了。那是不是父母这样的态度就是已经软和下来了？你们为什么不趁热打铁就回家看看父母呢？嗯，一是我身体原因，二我又怕鲁莽把最后的机会也没了。其实我是特别想去的，就是怕事情更严重。如果说立涛的父母还是不接受你，那我会继续坚持，让他们接纳我为止。就是爱情本身就是自私的嘛，忠孝不能两全。我想用我们以后用我们两个人真正的幸福去感染到我的父母亲。刚刚你刚刚说了一句话我不太赞同，我觉得爱情和亲情它不是一个选择题，它不是选了一个就要抛弃另一个的。我想这也是今天你站在这儿的目的，正是因为希望能够缓和和父母的关系，在生活中重新拥有爱情和亲情这两样东西，对吗？嗯，对。嗯，那几位老师呢，你们对今天的重逢期待吗？立涛刚才的观点是错的，爱情的自私并不能以伤害亲情为代价为基础，亲情和爱情它是可以相融的。如果说你们这样的僵持再继续下去，必然是两败俱伤。但是我非常渴望你的父母此刻就在这一个背后，因为父母他的反对，他是为了儿子好，为了孩子的婚姻好，为了儿子的未来好。如果在一年当中老人已经感受到了你们的相亲相爱，你们纯粹的情感，老人是会消气的。我甚至预判老人可能他已经同意，只是你们还以为老人还是在坚守着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观点。真的，或许如果真的是这样是皆大欢喜，但是你们要向老人表达歉意了，因为你们误解了老人。所以说有的时候子女在面对父母的反对的时候，真的是要勇敢地跟父母交流，也给父母一个台阶，给父母一个原谅自己接纳自己的机会嘛。那今天他们之间的矛盾在现场能不能化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好久不见，现在继续。我们现在来到了山西省太原市，但是啊，想要到达立峰的家里还需要一段路程转乘汽车。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想办法过去吧。根据立峰给我们提供的线索，应该这个就是他家了啊。走吧，我们敲门问一下。你好，请问这里是立峰妈妈家吗？是。哎，你好，你好。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其实是立峰还有他老婆小翠，他俩委托我们来的。不接受，不接受。你们走吧，我心里头有点不舒服。我就特别理解您。您看大娘，我进来咱们慢慢聊好不好啊？您看小翠吧，他们也是态度挺诚恳的，要不然也不能找到我们，是不是？我儿子一年出去一年才回来一次，但是回来定个一两天就得进屋。特别理解您大娘，就是当妈妈呢肯定啊。我心里头有点不舒服。你们都走吧。不接受，怎么办呢？给他们撵出来了。等一等吧，等大娘情绪稍微好一点了，然后我们再进去再说一下。真的是全天下的母亲都太伟大了。你们来干啥来了？哎，你好，您是立峰的父亲吗？是啊。哦，你好，你好，我们是吉林卫视《好久不见》栏目。啊，我们刚才来的时候，他娘来给我们开的门吗？啊，是。情绪挺激动，还哭了。你们进来吧，可以了。有事回去说。
哦，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对对对，咱们好好聊一聊啊。哎，好。大娘，我们来了，又来了。没走啊。这大娘还是不愿意接我们，还是撵我们走。既然遇到这个事情了，也大家得说话说话聊聊。对。那戴上以后的事儿，现在还比较年轻，还能说话。就是以后，上了60岁以后，我儿子是个可怜人。我这个儿子在家很听话，我要出门去哪坨，我儿子就想妈，哎，你出去不要着急做饭啊，我在家给你做饭。我回来，我儿子就把饭给做好了。我儿子可听话，可孝顺了。嗯。现在又走了这么老远，妈都骂不住。我跟我老大老二，三个说了2天，说不动。人家还是要走，那个火不是就大了。嗯。所以说，你走吧，走了以后不要回来。这里就不是你家，我也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我儿子。其实当父母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对对啊，就是为完全大娘也是为什么这么伤心，其实就是为了她的生活考虑，怕她过得不好。哎，对对对，咱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啥？叫家和万事兴。对对对，您现在既然法律上你们已经是一家人了，这是您儿媳，对吧？嗯，您和儿媳关系不好，那家也兴旺不了。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丽涛的妈妈一直不停地流泪，埋怨丽涛不听他们的话。丽涛的爸爸也对当年丽涛离家出走耿耿于怀。那他们今天能否来到节目现场呢？那接下来请小翠和丽涛和我一起来到舞台中央。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我会继续坚持，让他们接纳我为止。我想用我们以后，用我们两个人真正的幸福感染到我的父亲。丽涛、小翠，你们好，我是重逢使者燕林。接受到你们的重逢委托之后呢，我去到了丽涛的爸爸妈妈家里，表明来意之后呢，叔叔阿姨的态度非常的抗拒。那经过我们几番劝说之后呢，叔叔阿姨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观。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了一个礼物，丽涛妈妈写给你们的信，在我的手上，我帮你们先读一下好不好？丽涛、小翠，丽涛、小翠，你们好，你们有这份手艺，妈妈是特别高兴。但是你们全家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得忙着挣钱，一天三餐你们只吃一顿饭，甚至还要1-2点才睡觉，太辛苦了。自从小翠嫁给我儿子丽涛，小翠给我买了不少的衣服，春夏秋冬都是小翠从北京买好邮回来。你给我生养了一个通情达理又聪明的好孩子。丽涛、小翠，你们用自己一双勤劳的双手来创造自己未来的幸福，太辛苦了。小翠，妈妈告诉你，一个人
在世上活着，如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一辈子的幸福。妈妈，祝你们全家欢乐，永久。立涛的爸爸，你要做啥？爸爸念当医生啊，生活美满。接下来，我们的这位重婚委托人说，他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那到底有什么原因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我叫贺广金，今年66岁，来自吉林省辽源市。我想寻找我的儿子，我见他不过几面，他从记事起，从没见过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如今他已经16岁了，可我却缺席了他全部的生长，甚至不知道他现在长得什么样子，是否身体健康，是否过得快乐，是否愿意和我这个老爸相认。有请重婚委托人贺广金，有请。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了，是什么原因呢？在儿子出生40天的时候，我被捕，被北京逮捕，因为欺诈。欺诈。嗯。被判了多少年？11年。当时一切都是空白，因为当判11年的时候，觉得天塌了。因为家庭完了，母亲我是长子，父亲去世多年，我妈谁照顾？关键这个儿子40天，当我这一切就是不敢想。所以有的时候，如果迈过法律的雷池，不仅践踏的是法律，伤害的别人的家庭，也伤害了自己的家庭。妻子后来是经常来探望你吗？有机会的时候？见不着，就是信。信。只能通信。在信里说，就是让我，既然你触犯法律，就面对，面对，就是让我好好坚持。嗯。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一直是妻子在支撑着你。对。让你坚持在。好好服刑，好好改造。对，坚持了2年多以后吧，转到，因为在北京嘛，因为转回延吉嘛，就转到长春来嘛。到长春以后才见面，见面点是783天。他带着儿子，那个时候儿子已经满地跑，3岁，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我想抱他的时候，他可地跑，不让我抱。但是后来寻思起来呢，觉得是他怎么可能让我抱呢？因为我是个罪犯呐，他不可能让一个罪犯靠近他。我当时这样理解。是因为儿子其实从有记忆开始，他没有见过你，对你这个爸爸是很陌生的。没有。2年多以后，突然间，就像人间蒸发一样。联系不上了，电话呢也不接了，也打不通了。外边有人了，我是感觉。你为什么会感觉他在外面有人呢？因为说话不一样了，他以前说话不这样，话少了，信也没有了，后期信也没有了。其实对他来讲呢，从我俩也比较是不算太般配，年龄上嘛。我俩差23岁。那个时候她是一个年轻的母亲，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外面，而且你说了外面有人了，其实也只是你自己的一个猜测而已。对。但是当时我想考验他一下嘛，我提出我说咱俩离婚吧。完了他说一句话，他说我还没考虑，就说这一句话，但是没有那么以前那些话了。因为就这个是感触最大的，因为两个人的感情什么样非常知道，最敏感的也是这些。就这样。其实你说
离婚的时候你不是真心的，你只是希望他来反驳你，去安慰你，是吗？对，其实我内心是不想离婚的、后来他说要考虑考虑离婚这件事儿，结果是怎么样的？他没考虑，他只是说我没考虑这件事，我没考虑离婚。对，在这个期间想他，天天的想，最后呢编了一首歌词。能给我们哼两句吗？是什么内容？我在想你，你在哪里？昨日的梦我依然在回忆。妻子的陪伴与鼓励几乎是贺广金在狱中全部的精神支撑，可渐渐的他似乎发觉妻子正对他逐步的疏远，这种不安深深地触动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试图安慰自己，一定是多想了。可是后来最令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好久不见，现在继续。两个法院带着他来离婚签字，失去联系很久了，再次见到他要离婚。对，你同意了吗？我不可能不同意，我就说了一句话，我是儿子名被改了。所以说你们俩的感情，你们俩的幸福生活，曾经的恩爱因为入狱戛然而止，最终走向了离婚这样一个结局，你理解他吗？我理解，因为刑期太长了，对他来讲不容易。尽管我心里是从内心真的没成想，这是我没想到的，他离婚完，当时在回头以后，那就是不知道咋走回监区，不知道了，因为眼泪是几乎眼睛看不着啥了，那简直打击最大的人生就这个嘛。所以说还比我被捕的时候难受，就被捕十几年比那个当时那种感觉还难受。几位老师呢，你们能理解他妻子当时的处境和决定吗？对他妻子的选择我完全尊重，也能够理解。你只想到自己内心的苦，你有没有想过他内心的苦？你刚才唱的你在哪里，他即便在那里，你能到他那里去吗？因为自己因为犯罪入狱，要责怪的是自己，毫无疑问是你，你击碎了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爱情，也击碎了一个年轻妻子的生活。你有没有考虑过他？他不但要承受生活的压力，还要承受精神的压力。他想和人家说说心里话，和谁去说？他想找个人帮帮他，去找谁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们真的要理解一个年轻妻子所做出的离婚选择，她也是万般无奈。对一个女人来说，她也把最好的十一年的年华要奉献给你，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她还有一个儿子要负担，儿子最好的成长的十一年也要跟你一起来承担这个结果和责任。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说去说她理不理解她，我认为这是你错了。这就是犯罪的代价，苦果只能自己去吞。那之后贺大哥的生活怎么样？先来看下一段视频。年幼的孩子需要他，年迈的母亲等着他，而他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终日在狱中自责忏悔。这一切都是当初漠视法律走入歧途造成的。妻子的离开更是给他造成了深深的打击。在狱中的贺广金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终日萎靡不振。那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令他又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呢？监狱请来黑龙江团省委的一个感悟人生的讲演，一个多小时，听完那个触动最大就这个，就是珍爱生命，这是一个。从那以后几天没睡觉，我在想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世界，我
愧对的儿子太多，也欠妻子的，我确实我的罪错是难以补偿他们的。后面你说你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你是怎么样做的呢？因为那个时候吧，能支撑我活着的就是儿子吧。当你想出去的话，想找出去，你什么都得做了，就是为了找出去嘛。最后你不吃饭我得要吃，每天给儿子写日记，我都是这样，因为想活嘛。你想活想见儿子，既然有节目啥的，写诗嘞写稿嘞都是得分嘛。你一分减两天，减了一年十个月，减刑了。紧接着写一个挫折的代价剧本，就是提前的特批，又提前申了两个月假释。你曾经给儿子写过日记？对。那个日记现在还保存着吗？保存着呢。今天有没有带来？带来了。啊，那我们也请工作人员拿一下这本日记。日记的内容能不能给我们读两段啊？2007年2月18号正月初一凌晨，在狱中的真诚忏悔和积极表现，使贺广金得到了提前出狱的机会。外面世界中的一切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虽然久违的人身自由令他格外激动，但他始终都没放弃想见见儿子的念头。可是见见儿子这样一个听起来很平常的事情，对他来说却成了最难实现的心愿。出狱是哪一年？2011年1月23号过小年那天。当时你的前妻知道你提前出狱的事儿吗？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只有我家我妹妹来接的我。过了正月15以后，我出狱传到他妹妹那儿去了，他妹妹跟他对象开车来辽阳看过我，我是通过他们了解一点我儿子的信息，完了后看到照片，跟那给你带了照片。对，跟那看着。当时多大孩子？那个时候当时大约十几岁吧，十来岁左右那样吧。他当时说孩子怎么样？说孩子挺好的。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联系不上了呢？一年，就是半年之内吧，就以后再就联系不上了，找不着了。那为什么现在又想见孩子了呢？因为在我一些大病吧，因为那次病非常严重，10天没吃。儿子他的心情我都现在不敢想他能怎么想我。如果能见到儿子，你会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什么都说不来，只能说对不起。几位老师呢，你们对今天的重逢怎么看？贺大哥能够提前出狱，说明你积极的改造，虽然父亲犯过罪，但他依然是孩子的父亲。这种血缘亲情，这种父子关系，不可能因为父亲犯过罪而割裂的。现在贺大哥他已经回归了社会，理所当然亲情也应该回归到他的身边。当年孩子40天你犯罪落狱，这是一种残忍，但如果说妻离了子还散了，这是人为造成的另一种残忍。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贺大哥也要考量
儿子可能有很多的顾虑，比如说你今年66岁，是不是因为年老了，你出来以后想让孩子来承担父亲的养老责任？这一点我想如果他有这样的担忧也是正常的，毕竟他来到这个世界40天，父亲已经进监狱了，这一种父子的情感是需要修复的，是需要再去融洽的。这不能说我们有血缘亲情，这样的情感它就在那里，因为你人为的把它放在了这样的对面。所以这一点我想贺大哥也要表白表明清楚。我如果是能要那样事的话，我还绝不会见他，我不可能让他养我。我想见他的就是他能接受我，如果真要见了让他有压力，我不想这样做了，因为我伤害的太多了。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您想见到儿子只是为了想要付出想要弥补，但是这一切他能不能接受，他的妈妈又能不能理解，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先来看重逢使者带回来的视频。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好久不见，现在继续。本节目更多独家精彩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欢迎下载西瓜视频 APP 搜索观看好久不见。西瓜视频国内领先的视频平台，给你新鲜好看。根据委托人提供的线索，我们的寻人团队来到了王女士曾经的住址所在地梅河口市红梅镇。根据委托人给出的信息，我们推算委托人的儿子现在正是上学的年纪，于是我们来到了镇上唯一的一所中学。我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个我有没有这个学生啊？好，你给我查一下有没有学9年1班有没有这个人？没有这名，没有这个名，没有这名，用那大数据查的。现在学习号里边没这个人，不，你给我电话号。行。完了，回头我要是找到了，给你通话。问一下这王女士从前的住址早已经被拆迁了，我们决定去她老家附近的住户打听一下。这女的，对，姓王，就在咱附近住。我见过是吗？有没有印象？这真的没见过。没见过，谁姓啥呀？这女的姓王。不对，这个不认识。不认识。就在我们准备返程再商讨其他对策的时候，提到了王女士父母的名字。同行开三轮车的大爷听到王女士母亲的名字后表示她与其相识。她妈是小学老师。她妈是红梅镇小学老师。对呀、啊、她妈姓润呐、啊。对呀、啊、他爸走挺多年了。对，在离开时我们和大爷相互留了联系方式，几天后大爷给我们打来了电话。你是寻人栏目组吗？对，你让我帮找那个，我拉个乘客，他知道他电话号码啊，他给我的那个电话。接下来请贺大哥和我一起来到舞台中央。时光流逝，真情永在，让我们静静等待时光之门开启。什么都说不来，只能说对不起。我要回来看到我的儿子，我要活下去。贺大哥你好，我是郑峰，
在接受到你的委托之后呢，我们节目组经过多方打听和寻找，最终找到了你前妻的联系方式，并且我也跟他通了一通电话，通话的内容呢我也带到了现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你好，是王女士吗？啊，您说怎么了？哎，我是受贺广金您前夫的委托，贺广金您还记得吗？嗯，他咋了吧？你就说吧。就是他想见一下这个孩子，然后呢他又怕打扰到您，然后就委托到我们节目组了，就想知道一些孩子的近况，然后呢就是您看看方不方便，就是说让他见见孩子呀，抽个时间。我已经马上就要再结婚了哈，就这样吧啊，您要那个啥，你就让他直接来，让他找我吧，我这块可以让他见啊。哦，您就是同意和他私下联系，就是同意和他通话见面。对对，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就行了，是让他啥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我这直接就沟通。何大哥，您看哈，您前妻的态度很明确，他希望呢由你亲自和他沟通，所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把他联系方式给到你，接下来就看你的了。何大哥，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单独的空间，我一会儿呢把你前妻的联系方式给到你。是。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你们两个肯定有很多话要对对方讲，我就不进去打扰你了。来弥补你缺失的父爱。